原子弹就放到这里头。这个大高个的，这就是我。回那边还有，这是宁先生，你我国原子弹试验研究，这个新的一个背后，每天试图气风越刮越大，这是试图跑，练兵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想不安全，一次成功。到了时候，把我们这个工程一，哎，滚动巨龙，世界要看人。董彪老人今年85岁，上冈新村社区两弹一星义务讲解员。陈董彪21厂工作，和陈上冈社区居住着80多弹一星工作的老人。因为这个原因，父亲这里有个亲切的称呼。因为我们都在那工作里，青春都像个他30一样。那么这个厂子撤销以后，感情同时呢，已经可以说出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，我们曾经做过。展馆里书老物件，这些都是自发捐赠。件特别的展品更是被誉为之宝。这个是咱们那个原子弹最核心包装盒，就是里头那个小盒子，投入兵保卫的一个工作人员，他亲自送了这个到基地去。这个呢，我去做纪念了。我忘了有方法里面给的，也给的也挺好的。我想留个纪念，也证明这个世界也是我留的保留保证下。陶瑞53岁，是这间民企人之一。但试验过程中，他承担保卫。直至60年代初，陶瑞斌公安局徐汇分局的一名民。1964年春节，突然接到一纸调令，青海任职。6月的照片，一个孩子，这是我大女儿。我走的是大点40岁。1964年3月，告别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前往青海的列车。他才得知此行的真。我的一个同志啊，就宣布了，你们7个人是直接上青海去，是的，大会战，但是话不能讲，因此我回到家呢，问你了多少厂子的工作。1964年，公安系统抽调了一批精干，在21厂参加保卫。此时，21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，出于严格的保密考虑，首次核试验过程中设置了一和代号，
说第一颗原子弹代号就叫老邱，然后呢上塔就叫住上房，气管呢就叫输辫子，情况呢就叫血压，测试的事呢就叫诊断。这套密语系统当时指的是原子弹的起爆，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一盼，就是迎接零。与先前所不同，在青海他们需要学习如何做好原子弹。我分配来的搞空间保卫，我们这些搞公安保卫的老保，但是搞原子弹保卫啊，也没听说过，也没别做保卫工，别。1966日，青海金银滩草重要时刻，要进行一次1:1的爆轰模拟，科研人员称其为冷。这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它基就是一个完整的原子弹，呢，唯一的不是真没放那个油球。如果放上油，土上，把这个油材料一放上，跑去搞实验去了。铀235使用替代，试验其他环节都与中国保持一致。试验关系到能否前往罗布泊，是核试验。在这场，陶瑞斌负责保卫爆。因为爆炸的时候，帮着牛羊放第三次警报响，就要起爆了。我是撤出来了，站在了外的一个小山坡上。当时后呢，这个蘑菇起来了，是吧？这个它成功了。试验的成功证明了设计方向，距离零时也更近。211厂开始挑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。当87个人进入到核爆炸试验现场，这当中呢，当中看到。当时看我思想，哎呀，过到我地库年这段时间啊，感到丝毫。1964年，陶瑞斌接到重要任务，金银滩出发，用木匣原子弹的关键部件。任务呢，就是。是球装了这个一个，把核爆炸这个种子叫种子源，那当时带二要安全的，是的，要带到雪上。木匣圆像一只笔筒，大小的中子源固定在内，中子源小球产生不了，就不能发生核爆。在核试验中，中当于引爆时扣动的扳，它是油球把它放到充电状态，中间再给它放上，然后呢，通过外面的30几块炸药，这个压力不往中间一压嘛，接触。就进行了临界状态，就引起这个链式的，这一下子原子弹就爆炸了。的工作日记里详细记中子源出发当天的情景。经过审查，我作为国家试验协的7月29号，中一个
追的，七庄结束到兰州已经小五岁，记住，当时我记得这个事情讲清楚，现在记不到，可看得记得的。从青海金银滩、新疆罗布泊，陶瑞斌和物业护送钟子元，专列后转乘汽车。罗布泊是演唱区，陶瑞斌和参事人员一起离铁塔一公里处的帐篷。此时护送钟子元的人后一公里，要等待中央的准确时间才能往。碰到张梦琴中间走了一个刷杠，刷杠一面的线要保持不安全一次成功。保测保安全是周恩来对出的要求。随着去抵达罗布泊，大家都在下达临时的通知。此时关于爆炸时机，中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。海外的消息，美国当时一群人呐，话要对我师进行外科手术，他们是想啊摧，就是核试验的，阻止我们拥有核武器。什么核试验呢？当时一个呢就是十月，另外一个呢再调进行核试验，所以呢就出现早和晚这两种方案。高空侦察气球也有卫星，在那个咱们罗经常转，是能看到的，晚上更能。所以这个核试验的安全成了考虑什么时候想的问题。自从中苏关系破裂，于弄清中国是否会加速武器的计划，美国建立20多个舰、30多个测向站、高空飞机窃取中国情报。复杂的国际形势，中央早想和晚想两套方案决策。9月16号和9月17号两天的中央专委会里呢，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，把这个早想晚想的这个方案给毛主席了。周恩来综合各毛泽东汇报了两种方案，一是晚试，目前先抓紧三线建设和技术待机再试；二是早试，不惧怕，尽早进行核试验。到了9月22号，就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。毛主席一句话，毛主席说：“人的不一定用，吓人的就早想。”年9月下旬，根据中央子弹按照早想方案推，大致定在1964年10月至11月。自从到达罗布泊试验场，负责保卫钟子元的陶瑞斌就一直在等待临时的通知，他的护送任务只剩下从帐篷区到装配车间的最后一公里。1964年10月4日，原子弹相关零部件从青海运抵罗布泊试验场，上面有军绿色的箱子，上面有编号，什么什么之一，什么什么之二，全部是箱子，里头仿真固定非常好，你从外观什么看不到，就看那箱子。这是飞机，
到厂里了。到那些下车以后，然后卸下来，然后我们在我们车间地下室再放，放了以后然后开箱，干啥以后检查，这就开始了。经过反复检查，各部件尺寸公差、各项技术指标都符合要求。随后，铁塔旁的装配车间开始进行总装。越接近零时，现场人员对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敢大意。在那个时候干活就都是厚的，这种厚度不行，全是这么系带的，用布袋系上，里边的穿的鞋全是胶鞋，袜子这都是布的，带硬垫的不要穿也不要用。我们进工号干啥以后，手得摸着静电棒，静电以后带走了，你再干着安全的。稍微一点马虎以后，你不要忘掉了都不行。几天后，陶瑞斌接到命令，要将钟子元护送到装配车间。一同接受任务的还有胡仁宇、赖祖武。大概八号左右，我们三个人呢，当时我们国家很困难，车辆很少，只有一部苏迪嘎斯那个小吉普，其他没车辆。那么怎么弄得去？按照我们白天走路，直径走大概一公里多一点，这条路呢？都是高高低低不平的，白天弄不好一脚一边要塞。那天这个天气不好呢，天上面乌云密布，地上是一片漆黑，啊，地面嘛又不好。那么这个球怎么拿到那里不出事情？一公里的距离看似很近，可路面坑洼不平，又是漆黑的夜晚。经过多次演练，三人决定组成队形，步行护送。三人之间只有一个事，前面两个就我在中间，后来又想不行啊，我们在前面走，那后面走，你一个人闹到山高你怎么办？不行，该怎么办？是横着走，横底下一直走。三个人，我在中间，跑了这个中间有盒子。旁边两个人打到池底下呢，还一走一步，啊，这个不是二走一步，这样一步一步同声同步，迈步。响亮的口令在漆黑的戈壁滩上回荡，陪伴着陶瑞斌等人走完了最漫长的一公里。乒乓球大小的钟子元被安全送抵原子弹装配车间。圆满完成任务的陶瑞斌来不及高兴，就被一直强忍的病痛击倒了。当时戈壁滩的气温啊，中午达到40度啊，晚上呢挂伤人保，这样艰苦条件下，我牙齿牙痛发肿。后来生物完成了，我们处长他想着，你没有你的事了，你是否到马来基地啊看看病？从这个思念的到马来基地，哎呦，我这你都是昏迷不醒了。由于身体原因，陶瑞斌被紧急送往基地接受治疗。坚守试验场区的参试人员继续翘首以待。临时的到来，这段时间产品搞好了，放在地下室了，用布把它盖上了，天天有人守护着，领导去看，这是匆匆的一日，婴儿啊，你们好好把它保管好哈，万事俱备，就听一声令下。自9月下旬确定早享方案之后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，每一天都是在兴奋和焦急中度过。有人推测，或许会在国庆节前后进行试验，以此作为国庆15周年的献礼。
当时说我们都认为实际上也是这样准备的，是以前打响这一炮想见你。1964年10月1日，国庆15周年，首都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在人民大会堂首演，全国人民沉浸在国庆的喜悦中。然而远在罗布泊试验场的参事人员心情却格外焦急。10月份的戈壁滩已经开始凉了，已经穿单衣已经不行了，到这里以后呢还得不到消息，我们心急如焚，说这国家什么时候要爆炸了嘛？很着急的。大家都没事了，没事大家但是又着急了，怎么办呢？一天到晚都很着急的，就到沙滩上去找了贝壳啊，找了小石子啊，我也找了不少，就每天就这样，就是过去，不然这人心里很着急的。国庆过后临时通知还是杳无音讯，参事人员们白天等夜晚盼，时刻保持着待命状态。待命的时候大家责任心很强的，就把他所从事的设备搬弄来搬弄去的，总怕不放心来进行扯不到收据，所以就在这里检查一遍又一遍，试验一遍又一遍。结果张爱萍他就说嘛，你们不要像猴子搬包谷一样的，今天搬一次明天搬一次，不要过分的来进行，就是，但是大家那个心情是理解的，说是怕出漏洞，所以在那就是待命状态。或许参事人员不清楚的是，为了确定临时的准确时间，此时气象条件成为决定性因素。根据核试验要求，起爆临时最好天空无云，能见度要在20公里以上，风速不能大于每秒6米。张爱萍召集气象专家综合分析后，认为15日、16日气象符合试验条件。咱们国家最有名的气象专家顾振朝啊，国家气象局的专家啊，都在核试验场，因为他要考虑到全球的大气环流。因为你这个核爆炸之后，放射性的物质呢在空中飘，随着大气环流飘动的时候呢，你比如说到公海里面去，哎，它基本上一稀释之后呢就到不了有人的地方，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让那个高空风它是往公海里面。根据气象情况变化，专家给出了起爆时间。随后罗布泊试验场区指挥部上报时间，并经周恩来批准，同意临时定为16日15时。期盼已久的临时终于确定，核试验即将进入倒计时。